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地平线：期待黎明》。好猎杀，用火箭爆炸，我怕我材料不够哎，用火箭的话。Saving these for the trail. 我还没有点那一张哦。怎么吹笛叫嘛？可能燃烧不完全冰蓝果，大概是我还不够强吧。毕竟你是用简单式，什么意思？这样总行了吧？大爆炸！大爆炸！好像可以，它火焰燃料其实会掉。你说你哦，简单它有辅助瞄准啊，我这个是最高难度没有啊。Keep that for later.
想刚刚还有死在这边的。应该不是品种的问题，也是啊，有可能是因为这样，有可能是因为难度。There's a my focus is picking up some kind of signal. Maybe I can scan it. 哪里有什么东西可以找？什么啊？哦 ，useful。哎，这里有一个长颈鹿哦。找长颈鹿，开地图。打错了，是神射手。Those ruins, that must be Devil's Thirst. 打到燃料罐上面，它会引发爆炸。好哦。哦。遗迹耶，这边。还有已经死掉的守侍者，I'm still getting a signal from my focus. 长颈兽，但是我要光是要过去，可能就会花一番心力了。我不能出去，这么大一个缝里，我都出不去。Burrell said War Chief Sona went after the killers from the proving. Maybe I should try to find her. 一直冒出新的洞，哎，在这，是往什么上去 ？It's too dangerous to climb its legs. I'll have to find another way onto its back. 超级高，所以我得从那上面建筑应该是我唯一的机会。Aloy, now what? That was so hard. That was so hard. 还有，拔地蛋，拔地蛋吗？
下了。突然出现在我面前，要爬墙。嗯，我还有个新的技能，我学不起来。啊！不不不不不！他可以做啊，不要杀死啊！他可以做，黑魂的实力，我觉得我黑魂都是靠蒙的蒙过去的嘞。I should be able to jump onto the tall neck from here。我知道长颈兽应该没有办法杀了，它看起来就很高、哦。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式可以？让它背上。来不及了，我觉得来不及了。看行不行？那应该有机会吧。好，我等这个好了。爬墙上去，我不是爬上来了吗？Okay, time to climb up to its head. Oh? Oh? 好危险啊！哟，这个比刺客的塔还要紧张啊！哦，上来了！And I'll leave you to your wandering. Cool, eh? Perceptivity knows everything along its path and sends what it sees to other machines. Yeah, 我拿到地图周边所有东西。非常多，有两个技能了，我可以点这个上方攻击了，还是我要点其他的？上方攻击好了。对，他有很强的记忆力，比我好多了。哦，这是什么？那个电池脉冲吗？哇，他好温馨哦！我这样子弄他都没有打我。新的怪兽，哎，新的物种，来去点那个萤火。哎 ，no， 我被不击了，我只是走过去，我被他踩死了，我被他踩死了，赶快喜欢长颈鹿，不要，我被他踩死了，不要。我的角色目前跟你在同个地方，哎，只是我在这边猎小动物。是啊、哦，这么刚好。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